嗨，我是海妈，这是我们的红色龙沙宝石，它的花瓣成数无比的多，我给你们掐一朵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花瓣成数，呼呼，结婚啦，疯了，就是我这个穿着不太像，然后把这个帽子戴起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一看就是要唱一个山歌。红龙呢，在长三角地区和中部地区，它的秋花比春花好多了，很适合两广地区和海南海口地区，它特别耐热，抗性好，叶片油油亮亮。红龙适合栽种在一楼院子里面的，靠着你们入户的墙上面，看这一枝上面的花头，着不住啊。所以当你有一个大房子，我有一座大房子，里面有很多的玻璃窗，你们唱得来吗？没听过，尴尬。孙燕姿了都不知道，是你们更时髦还是我更时髦？它可以有屋檐的地方稍微避一下雨，它会给你有大约300天的好看，很适合门头，也适合爬栅栏，它是爬藤音乐季的情花榜的榜单的成员之一。好了，关注海妈陪你种花，拜拜。